爷爷奶奶在准备红包，哇，要越准备越多嘞，对不对？一年多好几包，明年又更多包，明年多两包吗？哦，今年多两包，那明年又要再多一包，你孙子又生小孩了，甜蜜的负担，哇，真的超多的。开心，每年最开心就是收到爷爷奶奶的红包。来看一下今年的红包袋，康宝，为什么是康宝？特别喜欢康宝，康宝的袋子。今年我们除夕夜在家里吃，来看一下厨房，中岳妈妈在煮除夕的大餐，辛苦了，除夕还要煮饭。其实我们很久没有在家里 吃年夜饭了，就去年开始我们在家里吃，那今年是第二年，应该暌违十几年，应该十几年有，因为我们都在真的除夕都在外面吃，但后来发现其实回来家里面吃真的也是比较温馨，就跟外面比起来还是有点差别，虽然外面比较轻松。这是芥菜吗？对，常年菜。常年菜哦，过年要吃常年菜，年夜饭要吃是有道理在的哦，酷。那这是党欧吗？对，党欧。耶，最爱党欧了，只有冬天吃得到。党欧要用什么？就是烫清烫党欧啊，赞嘞，超爱党欧。然后这边这个是应该是 uncle 去买的年菜，对。这是石牌在地有名的吗？他是随便买的还是人家推荐的？人家推荐。哦，好，吃吃看。对啊，也不知道。应该不会比你煮的好吃。是真的。我要偷看这个电锅。好，打开。这个是跳台。哦，这也是那个买边的吗？对。边边的。今年就买锅比较方便。对啊，真的还是现在大家都就算在家里面吃，其实也都是尽量可以买外面就买外面，因为过年真的休息一下，不要再自己弄太累了。每天都煮，过年还煮。每天都煮。哦，芋头，我不敢。你不敢吃芋头？芋头好吃，但是看起来蛮可口的。哎、欸，隔墙有耳，不要说人家坏话。嗨，那个年菜，年菜我去买的，看起来还不错，还好，因为我没有买太贵的啊。鲍鱼是我不敢买那种鲍鱼的。啊，是人家推荐的吗？那家？同事去年有吃过，叫觉得不错啊。因为我们去年是买冷冻的，然后阿姨一直骂。对。怎么会？今年是买，我也是不懂啊，怎么会有人买那个购物中心的年菜？有啊，总是要试试看才知道。对，才试到。但是真的还好，真的还好，去年还好，今年试试看。今年是现做现拿。哦，他是那个，他原本在做什么热炒吗？还是他本来就是海一个，他有半桌啦。哦，他是一个海鲜的那个。海鲜餐厅，然后在有在办喜酒啊什么的，有办宴席啊，办请客的，没有到喜酒那么大了。试试看，可能多出来。我们其实只买一点点的，就是你买3600那个嘛。我买它最基本的，套餐就好，然后再加个佛跳墙。可我觉得真的买最基本就好，有时候买那大的，我们根本不吃那些。因为鲍鱼鱼翅，我不晓得它是真的还是假的。那我们家自己就有鲍鱼的，要的话我们再加。重点我们也不吃，你们吃吧啊，你们吃啊，你们吃嘛，你们吃鲍鱼吗？我都吃啊，我没有怎么不吃。我们吃不了这么高级的，我们只不吃亏而已。那个太贵了，我们都不吃。所以我就用它最简单的、啊。要试试看嘛。哎，开要起来了。嗨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！你要不要去厨房帮忙一下？好，去帮忙。长大了。嗯，那种。哎，去厨房帮忙。啊，我要买蛋挞，那个饭后可以。饭后甜点好不好？对，饭后甜点，昨天去澳门买的。你不要把饭后甜点一直当成早那个正餐好不好？
哎、欸，这要冰吗？这我刚从冰箱拿出来。那还是冰着好了。冰着好。冰着好。奶奶。蛋挞冰的好吃。可以帮我冰一下吗？你们家冰箱要冰不下？两个蛋挞，我昨天去澳门了、啊。哦。对。我知道。买蛋挞。哎、欸，我昨天吃热的还真的好吃哎、欸。等一下，我们再热一下。就是饭后甜点啊。我们有那个气炸锅。哦，对对对，我就想说你们家的气炸锅。嗯。真的好吃哎、欸，真的跟肯德基还是有差。当然啦。虽然是一样的。口味一样。应该冷冻也可以啊，应该都可以。先冷藏就好。对，冷藏就好了。哦，下面那个是冷藏是不是？对啊。哦。真大的冰箱。3600的年菜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可以，等一下再吃。这个是糖醋鱼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个。嗯，有，刚刚有偷看一下。对，偷看一下。这个应该是。它是几道啊？五六道有吗？哦，八道。八道哦，这么多。对啊。哦、那真的是其他再一两样再用一下就好了。对啊。不然根本吃不完。就烫个青菜，然后再弄。啊，这芋头米粉是吗？对，芋头米粉。是年菜里面的吗？对，也是烫。哦，我以为是安婷弄的，看起来真的超像你弄的。回来就不一样，因为安迪也很会煮，他超会煮。还好的。不会。啊，中了！像花，像花。新年快乐！可是我这样很厉害啊，你可以这样吗？你可以只打一半吗？我不信你。就要看爷爷的字。以前爷爷写字都漂亮，现在懒了就不练了。没有，我们现在看不见，练就好。总不要说看不见，不要找借口。爷爷就是的。爷爷被念了，一天到晚念。可是现在人真的没有办法写字。现在碰到这个，我都没有打。你放好，你这个笔没用啊。你写爷爷就好了。嗯，很久没写字都会忘记怎么写字。那就不要写了。连字怎么写都快忘记了，每次都要先查一下那个字怎么写。啊！失败了。我应该没有遗传到爷爷的那个写字的功力。啊！看花这个字写什么爷爷的名字？啊？你来喝，喝完我再给你玩。好了，你先下个东西。嘉荣啊，不是，那抢花呢？怎么写？哎，今天穿的是什么？不对齐的。浩克，那我是什么？一个抢花，一个姓梅的。对的，队长，队长，他这样就是队长。对呀、啊、，Thank you。这边有虾子。那你妈？这是我妈拿的，啊，这是年菜的。年菜的。哦，年菜看起来很大大只哦，好香哦，可恶，那个菜就很香。继续走，去阿忠那里，拿吧。阿忠那里。你怎么在偷喝我的汤？阿忠那里，去阿忠那里。你还不能喝满的。还蛮好喝的。你也不想喝我的。啊，我也不想喝你的。可是那我先喝嘞。好啦，你喝啦，给你喝。你已经开了，你刚刚买的，好玩吗？等一下之后，我们爸用这个当数据好了，看谁先集中那个酒瓶。哎、欸，比技术的。这是我的。这是你，我知道啊。大的是你的。大的是我的。那我借弟弟玩。弟弟先玩。哦哦哦哦，激动激动激动。哇、哦，激动！哇，粘着，好粘着。你也不喜欢我。好，我不喝你的。我跟爸爸说你不喜欢我的。好，不喝你的。哎、欸，弟弟小枪，小的枪给你。给我一把。一把是弟弟的。哦。弟弟，弟弟你也饿了吗？你要饿了吗？应该还差不多了，应该也差不多。等一下你，快要可以喝了。这个你是你自己去买的、哦，这个抽的桶。对啊，
块，有卖现成的、哦，80块而已。啊，过年真的是什么都可以卖，卖一个，只有这个选择，嗯，没有得选。它只有一个啊、哦，不是选择的问题，它只有一个。不错啊，有卖就不错，还有现成的。对，现在真的大家都过年都在抽奖。那个过年的那个贴的东西刚好啊，这个买起来了，你的在中元节那边。这个啊，这个也蛮有过年的感觉。对啊。奶奶，我们今天有抽红包、哦。今天有抽红包。今天发红包又抽红包。连抽两次。奶奶发大财了。今天庆祝什么？全部的家族都有得抽。出事是只有在台湾的人才有得抽。有去吃饭才可以抽。对。在场的。对。哇，直接赚一波。但是当老板的不能抽。哎、欸，这样我们家几率蛮高的，我们人我们越生越多了。每个人都可以抽，好不好？哦，金额不同而已。啊、哦，还是看运气、啊。是几率大小的问题。可是我们多一个名额，我们就多占一个几率啊。我们今天把名字去掉了。我们好久不是，好久不是。你是？我现在靠你儿子。我都把负责人去掉。我都靠你儿子吃穿了。小心哦！小心哦！汤来了，汤来了，上台了！哦哦哦！没见过，哇！姑姑回来了，这么早？这么早，好，好，我去，好，拜拜。